越想这样的病人，医师也没招。阿妈在装尿管，放了一种护士就是放不上，而跑来就说：“那医生麻烦你一下。”我一过去，然后就开始阿妈就开始躁动哦，然后就开始四五个护士一直压着他，阿妈就撸了很久，然后最后他就很生气说。哦，我大概八十岁，都唔捌有第二个查甫看过。始终如一啊！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